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今天呢，欣欣带大家去品尝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法国餐厅，我们走吧。餐厅呢，其中有一道牛排真的是不错，它上面呢还放了一块鹅肝，就搭配起来吃呢非常的好吃。那本期就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再见，拜拜。